有什么新的希望呢？好多哦，你可以讲两个，你可以放在心里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赚很多钱。我希望买房买车，希望身体健康，然后可以好好的完成每一项工作。耶！希望我明年的年薪可以破200万。哇！对于我自己的一个小愿望呢，就是盆满钵满，三米米要弄红米这样子，弄土米。2023年，我的新希望就是大家身体都健康，然后当然是可以赚钱的话，就多赚一点点啦。我的新年希望是什么呢？当然是市井豪门的收视率常常红红的啦。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希望市井豪门里面的剧情可以更让观众喜爱，然后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更多多支持我们市井豪门。新的一年也希望自己可以在不同领域上面的突破，甚至是包含歌唱主持的可能性，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看到我在各个不同领域上面的表现。今年的新年新希望当然就是身体健康，再来就是在每一年都可以越来越走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希望每个观众朋友都一样，可以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是属于自己想要的日子。我希望可以在新的一年呢，勇于挑战，例如说可能挑战跨领域的，然后像是主持啊，或是什么，或许啊，可以尝试看看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勇气还不够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集气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我在节目上主持。祝福市井豪门的观众朋友兔年行大运，领钱钞票吐不完。2023年呢，大家就要像兔宝宝一样，嘿嘿，可可爱爱的过好每一天。希望大家能幸福美满，然后财富滚滚。对，新的一年祝福大家兔年迎财气，新春迎来家和万事兴，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，由上而来的恩典满满，祝福不断，幸福快乐每一天。祝观众身体健康，发大财！是，希望你们每一年的年薪一年可以增加100万，心想事成。想要赚几百万就自己心想，然后事成。最重要的是要记得锁定我们明视的八点档，还有我们各个的不同的综艺节目。八点档叫什么？